我们要集结大家，听从徐庶的指挥，齐心协力，击退曹仁。要攻破八门金锁，不能用普通的方法。总之，请仔细听好我的指示。 首先要防住对方的进攻，先去击退敌人的先锋吧。就是这里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就是这里。 这样就赢了！我一斩杀了敌将。哦，干得漂亮！啊，吕布被擒竟然如此厉害！撤退！就是这里！就是这里！就是这里！真是表现出众！ 刘美军不用讲什么策略，来硬碰硬，碾压他们吧！就是这里，可恶！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。我已斩杀了敌将，真了不起，真是太厉害了！本以为能够先声夺人，看来是我太小看敌人了。 算是没有失败。你的表现在军中，可谓是首屈一指。就是这里。这样行，大本营就暂时安全了。好了，我们前进吧。 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！要是有了兵器，对进攻确实更加有利。但是，敌人也不会轻易交出兵器吧？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就是这里，赶紧前进！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！ 我太大意了，没想到兵器竟会被敌军夺取。势在必行啊！我斩杀了敌将，就是这里。不错不错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里。 我已斩杀了敌将，真了不起，真是太厉害了！只能到此为止，敌军竟然会被夺走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 麦城的援军来了，这下。
可以攻破刘备军了。继续追击也是毫无意义，只能放弃兵器了。我们撤。哦，总算是渡过难关了。哦，干得漂亮。